欢迎光临我的财经频道。最近大家都在关注即将上市募集的00939统一台湾高息动能与00940元大台湾价值高息 ETF。 00939将于月底，而00940则于月初发放股息，配合00929富华台湾科技优息 ETF 的月中配息，使得投资者可以实现双周或每周的配息收益。随着00939与00940 ETF 接近台股指数新高19000点的挂牌，七成分股可能会在高点被纳入，上市后可能面临股价低于发行价的风险。对于有意购买这两只 ETF 的听众，建议在申购时先建立部分仓位，并在市场回档时进行适度加码。以下分享如何使用线上途径进行00939与00940 ETF 的申购。一、统一台湾高息动能 ETF 00939，上市时间2024年3月1日至3月5日，扣款时间从3月1日开始，下午3点后陆续扣款。上市发行时间3月20日，单笔申购上限新台币500万元，约333张，单日最高扣款上限新台币3000万元，约1998张。线上申购方式：一、透过统一投信官网，在申购期间进行线上申购，即可享有免手续费交易，并每申购一张赠送300点红利。建议使用线上申购以节省手续费，事先申请统一投信账户。二、持有永丰证券户的投资者可使用大户丰 App 进行申购，手续费为0.4%，相较于原牌告申请的2%，使用 App 申购能够节省手续费。二、元大台湾价值高息 ETF 00940，上市时间2024年3月11日至3月15日，上市发行时间4月1日。线上申购方式：持有 iCash Pay 会员身份的投资者，可透过国泰世华银行、台北富邦银行、台新银行、中国信银行、中华邮政及乐天银行等金融机构账户连接元大投信进行开户，然后透过元大基金先生 App 进行申购，起投金额为10000元，已知元大投信的线上申购手续费为0%，书面申购则为0.3%，其他相关费用则依各销售机构规定。以上是00939与00940 ETF 的线上申购方式，同意与元大投信都提供免手续费的线上申购服务，在募集期间申购更是投资者的优惠。该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，并非投资建议。如果您觉得这段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点赞、订阅并分享。